十二生肖本周运势，属鼠的人出外参与活动有机会结识心仪对象，属牛的人长期久坐引发肩颈酸痛，属虎的人慢慢熟悉工作内容压力减轻不少，属兔的人与伴侣互动甜蜜感情升温，属龙的人大吃大喝造成体重飙涨，属蛇的人谨慎用钱担心有破财可能，属马的人与同事沟通要理性避免情绪化争吵，属羊的人财运佳买东西亦有中奖机会，属猴的人伴侣乱发脾气让你备受委屈，属鸡的人保持规律运动习惯促进身体健康，属狗的人工作表现亮眼获得长官赞许，属猪的人放下过往伤痛重新展开新恋情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